佢唔係周董，佢都唔係，佢哋係靠住模仿周董走紅嘅百萬粉絲網紅客輪同埋竹餅輪。客輪靠住惟俏惟妙嘅聲線同埋動作，走訪唔同嘅地方巡演；而竹餅輪本來就係喺河北某個縣城擺檔賣雞蛋灌餅嘅。近日山西太原某個演出場所貼出咗雙輪來襲嘅海報，當日最低消費880蚊人仔，最高就係3500蚊。客輪打住大陸第一傑輪嘅名，不停咁巡演。有網友就爆咗佢巡演嘅報價，蘇州站嘅票價就喺588蚊。去到3888蚊之間，而杭州站就最誇張，開咗6000蚊嘅天價。睇翻周董2024嘉年華巡迴演唱會南京站嘅票價，最高都只係2000蚊，估唔到山寨嘅比真嘅仲要賣貴3倍啊！